号吧。我做公众号的时候，我想我送点什么东西。我可以用八个设备。你不养，毛凉了，你给毛买的那些东西都你自己还钱，我说俺不还钱。啊，大厅洗澡也麻烦，现在这最近没洗澡呀，现在基本上反正七点了吧，就坐在地上。啊，那么才好。对。那有些人要是，这不这管理到那啥。别动，我给你查查看。咱这边人太多了，刚才俺妈还刚做上号吧？嗯，你看看，你现在方便了，对吧？谁家还说？